拿着你的小自行车，还有你的小凳子，还有你的小滑板车，还有你，从这个家给我出去！妈妈，你别不要我！谁叫你不听话，把妈妈的衣服都搅碎了，把姐姐的床单也撕坏了，还把爸爸画的一个星期的图纸也撕了，你怎么什么都撕呢？这个家不要你了，哼！妈妈，呵呵，哎呀，这不是咱大孙子吗？是啊，乔治，你咋还哭了？这些东西咋扔出来了？不要啦？不是，是妈妈给我扔的。妈妈扔的，我去问问去。哎，猪奶奶，等一等，咱问清楚了再说。乔治啊，妈妈为什么把东西给你扔出来呀？因为我撕东西，妈妈就把我东西都扔出来了。奶奶，让我上你们家吧。惹事儿了，你听见了吗？哎呀，我和猪奶奶还得去跳广场舞呢，走，快走。啊哈。